got that meat in my bag. Yo, man, it's cool, man, it's cool. 这个头戴曲棍球面具的男人绝对是有史以来最牛的杀人狂。仅凭手中的一把大砍刀，硬是从地球东路直接杀到了外太空。他的肉身不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，还单凭一己之力干爆了一艘星际战舰。军方最终通过重型武器才将他抓捕归案，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更恐怖的真相：杰森拥有不死之身，军方用尽了各种手段也无法将他杀死，只能用铁链将他牢牢锁住，并且派遣专人不分昼夜的看守。但一群科学家看中了杰森的不死之身，打算把他放进实验室进行研究。面对科学家的这种作死行为，研究员罗文想要阻止，但科学家已经得到了军方授权，他们今晚就会把杰森转移到斯克兰顿的研究中心。可将军在拿掉麻袋后，却突然发现下面挂着的竟然是看守杰森的士兵。就在这时，杰森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，只是瞬间就干掉了两名士兵。反应过来的人立即开枪，可他们忘了杰森拥有不死之身，很快就被杰森消灭得一干二净。科学家刚想逃跑，就被杰森投出一根飞叉，当场干掉。这时，外面的罗文好像听见了什么动静，忽然厚大两米的大铁门被猛地撞开。 5分钟前还生龙活虎的将军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。罗文急忙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，谁知将军在到完歉后，很快就嗝屁了。直到这时，罗文才发现大门里面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。眼看这个恶魔就要再次为祸人间，罗文冒死将他引入了冷冻室。等杰森追进来的时候，罗文藏在液弹瓶后，伺机而动，随后用散弹枪不断攻击，最终将杰森逼进了冷冻舱。紧接着，他急忙关闭舱门，启动开关。随着液弹不断喷洒而出，杰森的行动能力开始越来越慢。眼看大功告成，罗文刚准备松口气。 谁知杰森竟然一刀捅穿钢板，半截刀身直接命中了罗文的要害，而罗文这时想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。随着液氮开始泄漏，系统自动关闭了所有出口，最终他和杰森一起被永远冷冻在了这里。时间很快过去了400年，一支人类的探险队重新回到了荒芜的地球。他们无意间打开了这间冷冻室，决定在这里面寻找宝藏带回去。冷冻舱里的东西让他们十分兴奋，于是，在队长的命令下，他们打开了关押杰森的舱门。这种古老的人体标本，在未来世界比古董还要值钱。然而，他们现在还并不知道。 之前的东西往往会带来更大的危险，而就在这时，其中一名队员有了新的发现，一个比杰森保存的更好的人体样本正埋在一堆废旧的塑料管下面。经过机器人扫描，发现罗文的身体细胞还存在活性，依靠400年后的医学技术，完全可以让他起死回生。但由于他们的闯入破坏了罗文的休眠，必须在2个小时内对他进行治疗。于是众人急忙将两人带上飞船。紧接着返回停在外太空的运输船，经过科学家检查后发现，杰森的身体细胞没有任何生命特征，已经失去了治疗的价值，唯一 的作用就是送去博物馆进行展览，而罗文的身体细胞还有1/4的活性，只要使用医疗纳米机器人，就能在半个小时内将罗文重新复活。于是科学家立即开始着手，对罗文进行细胞再生治疗。随着纳米机器人逐渐包裹罗文的全身，他们立即钻入罗文体内，开始从微观层面修复他受损的组织器官。紧接着再注入 1000毫升人造血浆，罗文只用了20分钟就苏醒了过来。Easy。 博士被打了一巴掌后，非但不生气，反而还十分高兴，因为他已经联系了自己的老板。只要把罗文和杰森这种老古董卖出去，他们下半辈子就可以躺着数钱了。但罗文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询问杰森有没有被抓住。可博士一听就立马岔开了话题，并告诉他现在是2455年，他可以先在这里恢复身体，之后新世界的大门就会向他敞开。然而，所有人现在还并不知道，先一步对他们敞开的是通向地狱的大门。